UDN Star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可辛。是我哋呢个导演嘅一个故事，斋咸搞嘢。我睇翻呢部戏，又谂翻起自己细嗰阵时咁，我觉得系属于一部中国人嘅电影。我特别中意就系 Brotherhood 嗰种感觉啦，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都系好重感情。睇完呢部戏，我会觉得系咯，希望自己继续往自己嘅理想进发。咁呢部电影嚟讲，中国普人对我嚟讲，我觉得好好睇，我好中意陈可辛呢部电影作品。可辛最坚嘅翻咗嚟啦！我哋可以喺自己嘅地方都可以做得好灿烂、好漂亮。只要我哋肯奋斗，呢套系一套好好睇嘅电影嚟嘅。所有嘅嘢都翻晒嚟咯，系啊，好好啊，好 UFO， 好成功啊！Eat it, asshole. Asshole you. 故事系由八十年代嘅北京讲到九十年代，甚至讲到千禧年。滚啊！我们将改变世界。I've always loved you.主要是讲三个好朋友的成长受到名利的考验。新梦想的精神是我提出来的，你除了拿麻袋装钱还会什么？决定要做什么的人应该是我。在每个不同的地方发生，其实感受很 universal， 情感的流露和我以前拍甜蜜蜜那种大时代背景的香港故事其实很相似。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不嬲都中意用一啲大家好有共鸣嘅旧歌，咁里边有一只最令我有感觉就系、是《海阔天空》，一只广东歌喺九十年代曾经几大力咁影响到一批年轻人。原来我